大家好，我是从中国来的高纳恩。今天我领大家介绍一下素山村。我身后的这个小小的村庄就是素山村，因为这个素山村人杰地灵，所以曾经是朝鲜中后期200年间赤扎政坛时，金上宪、金相隆兄弟以及金秀恒、金秀正等安东军事的原址。素山村前面有百岁松树守护着，三龟亭是三兄弟为了母亲可以长寿而建造的孝道亭。三龟亭上的龟岩最近被查明是新石器时代的砖石墓。从素山村三龟亭向外观看时，风景非常美丽。东野古宅和素山村各有各的历史背景。这里是木记古宅，三素堂是世宗时期担任县管金三进的故乡。顿素堂是由金三进的二儿子金永泉、九世孙金延行之号而命名的房子。清远楼是在我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时代非常重要作用，金上贤的故乡。虽然国王向清朝低了头，但是作为臣子的金上贤却坚持反抗清朝，这是在押送他的时候留下的诗。仰素堂是安东军事的大宗宅。这里是四堂，우리소산마을은안동김씨집성촌으로서약1430년경에입향조이신봉화현감을지내셨던이영훈께서이곳에터전을잡으신이래로조선조말까지그소위삼수라고일컬어지는수중수흥수황할아버지와그아래때육창으로이루어지는또훌륭한인재들이많이배출되어서그래서
우리 후손들은 그런 훌륭한 선대들의 그 위업을 잘 이어받아서 그것을 욕되지 않게 이어갈 책무가 우리한테 있다고 보고 그런 뜻을 삼아서 이 집을 지켜가고 있습니다. 这里是主导朝鲜政治200年的安东金市基地和源流素山村。所谓的人杰地灵都去哪里了呢？现在只剩下古迹。